欢迎收看《天天好料理》，健康吃百里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国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这小小美食达人艾丽阿国赛。艾丽你好，新早好，嘿，新感冒。哎，讲到这個，安尼你应该就知影咱今仔的主题是啥物啊？主题就是天天好料理啊。不是啦，不是。唔是啦，虽然今仔是天天好料理，但是头我讲的语言是哪一个的？我越南的。水水就对，你会记咱捌做伙去员工旅游无？对，爱看人拢安那，新茶，哦，安那你也行入新感恩，这就是因为迄个你好，好早安，对，啊新感恩就是谢谢谢谢。像那个听起来，咱今日唔特别做越南的料理呢？哎嘿啊，好安尼哦，我搁紧学的呢，去学的呢，啊无，我得紧你学就好啊。阿要讲越南的，话我紧你得啊。我还紧学啊，阿无我要哪配咱这个主题？好安尼吼。丁，好。今仔是要做啥物越南的菜哈？阿咱做者越南凉拌米粉啦。哎，阿咱去啊，敢有食过哈？咱去啊有食，但是吼，我甲看看咧吼，咱去啊，迄口味甲口感甲咱无啥合适呢。嗯，甲咱无啥合咱。对，因的米粉甲咱的米粉哦，伊会较甜咧。啊！咱只阿爸母啊，你也食着因的米粉，唔是讲因的米粉歹食，伊人已食惯势啊。有影啦。啊，不过吼，咱用因的米粉来做吼，可能迄个口感哦，较顶一撮啦。哦，啊，像有的人就爱食迄个口感啦。对啊，所以就是，迄咱讲的，咱即马咱就是用大众化的，大众化就是咱台湾的，咱用越南的口味甲口感。口感。嘿。口味甲口感。啊，咱摕一寡咱参差一寡咱台湾的材料。台湾的材料。材料对。落去甲试看卖啊。落去甲试看卖呢，啊，你可能较会下输啦。比較对啦，嘿啦，今麦咱介绍材料啦，好啦，好来，啊，咱这肉片，这肉片，啊，我烫色啊，吼，先爱个烫色，啊，这咱的这豆菜，豆菜，哦，啊，这咱的小黄瓜，小黄瓜，有，啊，这咱鱼露，鱼露啊，越南啦，泰国绝对拢会用鱼露，你若无用鱼露，真正就不了解。为什么爱用鱼露？啊，因的调味料就是鱼露做迄个主要的调味料啊，可能靠迄个对鱼露的迄个味道，因爱这味的，啊，因无用豆油，咱爱用一撮豆油，因为咱食豆油芳食惯是，对啦，对不哈？豆油就不行。啊，来柠檬吼，因用醋，咱用柠檬，嘿，柠檬有柠檬香，咱靠甜的，嘿，对，红菜头啊吼，高山茶绝对爱有，你若无高山茶。就是不是越南的啊，对呢，因遐敢那毛高山茶，因无咧用姜咧欠芳哦，因咧野味吼，伫咧阿味就是用高山茶，用高山茶，对，因蛤蟆拢炒高山茶，无下姜，对，因咧姜贵啦，嘿啦，蒜头，盐水，吼，安尼土豆一撮啦，吼，啊，还佫有咱的葱煮一撮啦，糖一定要有辣椒，啊，你得拢爱有酸爱甜，咸酸甜甜，吼，来啊米粉。米粉这就越南米粉，这咱 Made in Taiwan， yeah， 米粉 ，yes， 嘿 ，OK， 安尼起来吼较到位啦，嘿，咱即马首先吼，咱那个，咱先为遮先做，咱吼迄个豆菜，因越南因拢无咧炒，无咧炒哦，但是我讲即碗也无炒吼，咱只阿母啊吼，你烹我遮伊就得甲你骂，啊，你想要豆菜无甲炒炒咧，啊，就点，对啊，系啊，青片片是变阿只，对啊，就是安尼火甲开落行吼，安尼甲炒者甲烫者都吼。豆菜你也青吼，有咧迄个豆啊现啦，嘿啦，对对对，炒粿较好食，对，炒粿吼，咱较会合味啦，较会合酥啦，吼，即个那个紧，安尼较紧吼，安尼使，嘿，啊，结果咧食浸冷水，好，啊，浸冷水哦，浸冷水，嘿，对，因为安尼吼，就冰镇啦，足奇怪吼，为什么我印象当中有这个米粉吼，对，它拢爱配豆菜。哦，当然啦，豆菜、韭菜拢一定爱吼。啊，即摆来水滚吼，咱这米粉就落来。啊，这米粉本来就熟个，这小浸下就好个。对啦，咱拍过、吹过。对。咱只阿爸母啊吼，咱食台湾菜当然啦，咱像他要去食外国料理，就是要换无同款的口味啊。对啊，咱嘛是想要试泰式啦、啊粤式啦、美式。啊，来香油起出来。好。食无同款。安尼吼，等下较伊吼较骨溜啦，啊盐花也就算。盐花啊。两三个功夫，嘿，足紧的就好了。哎，这有哪下过冷水呢？嘿，对，啊，即马直接甲加一下，加，嘿，加一下，安尼较袂安尼断落落啦。对啦，
刚你讲的，就咪在过生日。对啦。今仔无。嗯，今仔无啦，我无能过。无。啊，这个我呢爱浸冷水哦。嘛是爱浸一下。对对。哦，啊含豆菜做伙浸嘛。对。较扣实的，迄个有咧，较扣实。较经济，较经济扣实的萝卜。对对对。啊，伊这一个物件，咱嘛尽量就是，嘛是拢甲留起。像那摊他要浸冷水呢，啊冰水就是，因咱这是凉拌的。凉拌。嘿，啊你米粉你无甲浸一个冷水吼，就变咧只会烧烧啊，啊就无成凉拌了。对对对对，有影啦。对。啊，就改者。嘿，对。啊，那迄叫凉拌。对对对。那叫做迄个。嘿，迄就是烧。加米粉化烧。嘿，对。今麦来，咱来处理，拢处理好啊吼。对。咱吼准备，来迄肉摕过来。准备啊，现在。嘿，这肉摕过来吼，这肉。这肉吼，这肉拢切切较细块，这我拢有烫过，烫好诶，嘿，烫好诶，有味诶啦，嘿，有味诶。因为像那一挂肉呢，伊食伊食肉爱菜夹，哎，有影，看看真正拢是拄啊配料拄啊好，对，啊，即卖就是全部要甲夹入迄个碗就对，嘿，对，啊，毋落就该找一个这碗即种诶，嘿，甜诶，诶有，我有找，好，好，就安尼。嗯，这即马这个天气吼，来食这个凉拌的足好。有影啦，盐多食无啥的都好。对对 对, 对。哎呦，啊！伊这听起来就像咱台湾的诶迄个凉面呢。嘛会当安尼讲啦。哦。啊，因为吼，迄料吼无干来，迄个咱的鱼露。鱼露。哦，这鱼露好落。鱼露。对，鱼露。鱼露好落吼。因为你若无鱼露，伊就袂安尼，鱼露小可酸酸咸咸啊。哦。啊，咱的小黄瓜。来。小黄瓜好来。小黄瓜，好来，这个弄好来。蒜头，蒜头哦。对。我那番茄嘛，就像咱的凉面的那个。对对对。材料。差不多大同小异啦。嗯。啊，这土豆买少落吼，这土豆。来，啊，这葱好煮。葱好煮。嘿。辣椒一定爱落。辣椒。辣椒较侪。你辣椒也无食遐个啦，咱就较少一撮啦吼。嗯。啊，这糖一定爱有。一定爱有，对，盐水，盐水，高山茶一定爱有，对，因为迄就是算因的配料啊，一点点酱油，安才有咁香，一点点酱油，因是无用酱油啦，咱一定爱，咱就需要的，对，抹就好落吼，就好落，抹好落，来啊，最后即个就柠檬，柠檬汁，OK。这柠檬香落香了，我吹起嗰个蛇，诶，嗰个蛇卵吼，哦，天然的香，嘿，同佮蘸就对吼，来，阿即阵就来甲灌啦哈。哦，真正看着安尼，就想要摕土豆腐甲搅下落去。对，土豆腐咱太多下土豆啊，也是下较少尔啊。好，阿即阵咱来灌好饲料，咱就会使上菜啊。啊，咱来准备上菜啊，准备上菜。太正经啦。嘿。较紧啊，咱再来个调整一下吼。哦，啊，这道料理蛮紧的哦。足紧的，这足紧的嘿。好，啊，咱准备上菜吼。OK。好，试吃时间到啊！来，加一个越南的凉拌米粉。好，炎热的天气，嘿，我就代表大家来吃看卖啊。无唔对，代表所有全国的好朋友对着咱越南的料理，甲惊一个咧咧。嗨，嗨，越南的好朋友，大家好。对。安尼对无？是，新早，即落天吼，食这真正吼，食的落去无当紧吼，啊，搁食卡，搁食饱，对啦，要酸酸甜甜啦，辣辣的啦，诶，我无用大辣啦，因为迄辣椒两条尔，诶，啊，你啊用较大辣、较辣一点的，因你啊去越南吼，绝对爱吼，走加五倍辣椒，诶，啊，迄个酸度嘛搁较酸，嘿，一定要搁较酸，啊，迄个咸度一定要搁较咸。啊，咸多嘛，一定爱搁较咸。我同做，嘿，是个酸甲无法度接受。无，啊，咱无下醋，咱下柠檬。这个袂呢？袂，因为安怎下柠檬就柠檬香，啊，醋较酸，伊较酸嘿。包大个。对嘿，伊这上只就是会当吼，啊，包这个咱的这莴苣，嘿，安尼起来嘿，嘿，米粉甲包的，包括米粉，对，包米粉，嘿，啊，佮肉，吼，嘿，啊，佮你讲肉，嘿，啊，这个小黄瓜。
对。哎呦，那关键起多只水啊。对哦，啊小黄瓜。小黄瓜。安尼落就对。瓜好，搁有红萝卜。对。啊，搁有辣椒。对。安尼就对了。哎，啊搁豆菜。哎。嘿，啊，咱你的材料吼、要接手，你家己拿捏啦，要家己准准就对。哎，有的吼豆菜爱食较济，你就加下寡豆菜，哎，对，加起来又不一样的口味和口感，嗯，食看麦，这個、口感不一样，你加起来无同款嘞。有的人爱食呢，真济。嗯。外口的脆，啊，佫会甜，啊，足凉的，啊，足凉的安尼，凉凉的。哎呀，呢吼，这个增进食欲哦。嗯，对，嗯，佫袂歹。哦，这真好喏，嘿喏。我总在包这菜，介奇怪。袂啦，嘿啦，啊，因为咱要做这道越南料理，就是讲哦，一个阿爸母啊吼，咱有时阵，逐天拢食台湾菜啦，食中国料理啦，啊，拄着换一个口味。食甲蛮鲜吼。对啦，嘿。对啊。啊，虽然无正统啦，因为你做正统的，咱食没关系。唔影啦，啊，人家食和咱食的本身是无啥共款。干来咸，因就做咸的啊，啊，但是我下就做来咸的。啊，干来酸吼，因做酸的，啊，我下就做来酸的。啊，咱是还好啦，咱是拢食地方酸啦。对啦，对对对，有地方味，搁酸味，搁芳味，对啊，甜甜酸酸咸咸，搁有咸味，吼，安尼滋味袂歹哈。好吃啊！虽然唔是啥物山珍海味，但是咱最重要食出健康好滋味。是啦，先感恩，感谢咱阿国师今仔为咱推荐介绍这个创意料理。越南凉拌米粉，天天好料理，咱下回见了哦，拜拜。